件衣服的黄色，一个丧礼服的感觉，有没有？什么意思？中华做一个这样子的东西，我不懂。棒，我很重哎，完蛋，很重，好痛哦，完蛋。OK， 现在就是离我去兼职还有一段时间，所以我觉得可以用这一段时间来跟大家讲一下我在学校兼职是做怎样的工作。我现在在图书馆是做翻译的工作，对，听起来很厉害，可是其实没有，就是一去那边坐着。有时候从早上10点到5点都不一定会有一个 job 进来，就啊，然后我就在那边看 YouTube， 然后其他人就很忙，在那边看一些不三不四的东西，就其实很排泄。可是啊，我就是没有工作啊，怎么办？就是坐在那边拜拜拿薪水。哒哒。骑脚车去学校咯。我操，累啊！我跟你们讲，我之前不是讲我很常会骑脚车没？然后我平时骑的那个脚车，它其实是。其实还是有摩托，就你踩一下就不用摸这个很快。然后我现在开始坐那个轻奢那个，它就没有摩托，它就是普通的脚踏车。我要死啊！你看到这个汗吗？看到我辛苦的汗水吗？吓到哎！就是哇，太久没有骑这种正常的脚踏车，我还本来很有自信的啊，我很厉害骑脚踏车。哇，好累啊！我的脚软呀，脚断呀，天哪，要死啊！真的是不应该乱讲话。我昨天不是一直讲啊，没有脚吗？没有，就是我来做工啊，也是坐在那边啊，没有东西做啊。讲完吧，今天就来了，哇！我翻一个30分钟的影片，就把他的字幕翻去英文。不，不要乱讲话，大家。很肿，整半夜肚子饿，吃拉面。哇，还好吗？没有，很肿啊，好酷、哦。怎么了？我现在来到学校要练习哦，很重，天哪，耶！그러나시간이지나我现在肚子饿，所以在走着去吃饭的路上呀。날울리는그이름이미울수없는건왜죠좋겠어아름다웠어
길 가져서 나와는 다른 웃음을 짓고 나와 다른 대답하겠죠. 그렇게 내가 찾지 못하는 그 마음을 받는 걸까요? 오, 자그마한 어깨와 언제나처럼 하얀 가르마. 오늘도 예쁘네요. 안녕 나만의 그의 그대의 호호호호 뒷모습 그만 아름다웠고 이제 그 사람 봐주어요. 路边呢，就是会有像这样子停脚踏车的地方，这是我停的。然后，对，你就骑骑一半要到家，你就把这个桶，就是两个桶进去，然后你就可以走。耶！我家走路五分钟吧，要到啊，好远呢，晚上好不方便哦。晚餐的部分。我觉得它是好吃啊，可是它价格太贵了，有点小贵，所以我觉得我下次还是不会吃啊。如果你喜欢我的 video， 记得按赞订阅，然后分享给你们所有的朋友。